我叫 Simon， 我喺迪士尼探索家度假酒店做行李款待专员。就是当宾客嚟到嘅时候，我哋可以俾到佢第一个印象啦。咁如果你系开心，有带住微笑对住宾客嘅话，其实佢都好开心，俾到一个 feedback 你嘅。我叫 Jonathan， 我是来自迪士尼探索家酒店的行李服务款待专员。我觉得在这里做事的公司给了很多机会和自由到我们发挥自己的所长，在工作上令到我学习很多其他工作上面解决问题的方法。因为迪士尼是一个大家庭，我们都希望可以给到小朋友和他们的家人都是一个宾至如归的感觉。在迪士尼工作，公司有提供橫向發展和中向發展的，那我覺得無論在前線工作或者在後勤工作，你都會為我們帶來很多發揮到自己的機會。那我覺得公司提供很多元化的發展空間給我們。在迪士尼工作了之後，其實你個人會自信了的。當你每一天幫賓客處理不同的行李，和幫同小朋友玩完遊戲之後，你個人會開心了的。